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布拉埃斯湖的教堂。我们就慢慢来欣赏，这是整个教堂的周遭，还有团员在看照片。等一下让你先看一下，整个树都黄了哈 ，Church， 可以看一下。这是布拉埃斯湖的湖边。朦胧之美，雨天的布莱斯湖更有一种诗情画意。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。2019年10月30号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